各位来宾大家好，谢谢大家的光临，我也很有荣幸，就是大家可以参加这个实验。接下来我会弹一首钢琴曲献给嘉文，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黑夜不再来》。那个为什么选这首歌呢？因为其实每个人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黑暗的一面，不过自从认识嘉文之后，每天跟他在一起的日子都是快快乐乐的。太浪漫了，在嘉文的细心的照顾跟关爱下，其实他也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所以这首歌《黑夜不再来》代表我对我之后的期望。谢谢你们，谢谢。哇，我们都还没看，我相信嘉文一定就非常感动了。来，
是有跟你们比较顺利的进行，所以其实非常感谢爸爸妈妈对我们最后的那个让目标协调，非常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其实哦，这次在婚礼上面，我相信呢，在我们家人成长过程当中呢，我爸我妈哦，养育儿女一定有非常多的包容以及非常多的关爱。在今天呢，我们刚才有跟爸妈有抱过了，可是呢，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哎，趁这个机会赶紧上前，加油！趁这个时间重要的时刻，赶紧再跟大家爸爸妈妈好好的拥抱一下，表达对我们爸爸妈妈心中的爱。感谢。也希望在这个重要时刻哦，我们的红包好吗？真的可以开始放心哦，把我们的三位交给我们的元杰，而元杰呢也要代表送上这个感谢的花束，谢谢。来来来，我们一起跟宝妈合照一下，合照一张，合照一张。来，这个具体的情况来表达对父母亲的感谢，真的是非常的棒哦，感谢。爸爸妈妈，那个。非常感谢你们这几个礼拜来帮我筹办这个婚礼，让我那个减轻很多的负担。对，那其实我们家其实蛮保守的，所以其实平常也没有什么机会说一些比较感性的话。不过我想在这里跟你们说，你们的爱我都有收到，而且我对你们的爱也是非常多的，谢谢。好，这么多的爱，不如我们就一样行动来表示一下，来来来。趁这个机会跟爸妈拥抱一下，像袁杰说的，其实有时候家里比较保守，有一些心动的爱，但没有具体的说出来，没有具体的表达出来。不过在今天这么棒、这么重要的日子，一定要好好表现一下。下面要代表送上这个感恩的花束，恭喜，谢谢。来，我们也跟爸妈合照一张，来来来来，非常开心，加入这个大家庭的合照，来来来，一起的，恭喜，谢谢。谢谢，来，哎，好，谢谢谢谢，来，我们也请宝妈进去入座。其实呢，我们在今天还有特别安排的第三束花，是我们元杰呢特别要献给我们的爷爷奶奶的哦。从小看我们这个宝贝金尊长大哦，今天爷爷奶奶一定也非常的开心。现在呢，元杰同样要对我们的爷爷奶奶先表达一下心中的感谢，谢谢。爷爷奶奶，是从小到大你都看到我长大，所以非常感谢你们对我的照顾。然后今天呢，我也很荣幸可以在这边跟你报告，我帮我们家庭增加了一位新成员嘉伟。然后我也那个那你在最快的时间内再另外再帮我们家再多一位新的成员。而且我记得林立伟的交代应该是要三位才对哦。那我们要朝这个目标努力，好不好？哈，来，谢谢。来，同样的，来，我们这个孙媳妇呢，她亲自献上这个花。来来来，元姐是不是赶紧给我们的爷爷奶奶拥抱一下？真的非常开心哦，从小到大，陪伴在我们元姐身边，而在今天这个重要的日子哦，也开开心心的出席，见证这个开心的时刻。谢谢奶奶，来也给我们的爷爷拥抱一下，谢谢。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场每一位来宾哦，今天一同我们参与见证这个非常感动的时刻，谢谢各位。那待会工作的向各位嘉宾敬酒，待会呢我们邀请各位嘉宾多喝几杯喽，谢谢。